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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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看一下我们的商店。有抽到 SS 吗？还没有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游戏，我很早很早就领到了我封测厨子的那些勾玉，现在他们都回来了，我们准备热血开抽。那最近抽的如何啊？我们就买这个符咒礼包吧。好，先买个3000勾玉。你知道吗？在封测只要除1000，他就送你3000。哇哈哈哈哈，我直接给他除了好几千。准备来抽卡，这个呢就跟我之前所讲的，大家只要好好的、认真的，像 God JJ 的名 ，You To God JJ 的 ID， 开进 Let's Say Sam， 就非常容易出到 SR 以上的卡。啊，第一张鬼女红叶。SSR 确实是不一定比较强啊，但是比较稀有。就跟这个金牌不一定比银牌好看一样，但是金牌比较稀有。这个就是，画的不太好。没事没事，我们再接再厉。30张嘛，啊，大家帮我们记好了。目前是开了2张，1张。SR 一张没抽到啊，像我这样子诚心诚意的好好的去画的话，拙者の体より強靭なものはノイでござる。オンカバラシツルシンナガラティ。あたしには9つの命があるんだにゃ。来吧，认真了啊！我们接下来开始认真了，各位观众，追起来，追起来喽！真的开始认真了。这个 J 呢，一定要写得够漂亮。我现在用的这个诚心诚意，你看，马上哦就来了这个游戏中最厉害的一个捕尸啊！有了这个捕尸之后，我的队伍什么都不怕了啊！我已经破台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刚刚那一张真的厉害。这一张真的不厉害，没事没事。突然有点热呢，得开一下冷气。哦，跳跳底底啊，写个阿死好了，好，我们写个阿死看看。阿死。阿死真的不行啊！阿死不行啊！写个下巴死。哎，下巴也不行啊！你们这群人，哎，我们来追起来，追起来！嗯。换个 BGM 试试。哦，我们试一下别的 BGM。这个，有一点怪怪的，没事。我们打后期的，大家知道这个游戏40分钟后才会正式开始啊。我们来个那个吧。
也是垃圾，为啥是这个？没事，好，我们抽到了一只大天狗，算了。写个啥嘞？还是写个 Z 吧。好，换一张游戏啊。他的城之内的下巴。来个海马好了，来个海马。六、兔、象、开、鸡、子、森、森。海马的斗篷。哦，白狼，我们这一次呢，总算是哦，来了一个 SR。其实我对 SSR 的卡片也没有什么悬念啊，我只是想说来抽一下卡而已啦。大家必须相信自己的牌组啊，不到最后一张。怎么可以轻言放弃呢？相信自己的右手。我就没有想抽 SSR 哦，那如果出来找我，我也就没有办法了啦。哦，独眼小生啊，这一只卡片呢、是一个、非常厉害的卡片啊，我挺喜欢的，真的是很棒哎、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捕食啊，真的是很棒哎、好，请了一个 MB， 我们得到了 MB 的蝴蝶精。我已经想不到我要画什么了，但是只要我前，怎么要诚心诚意的去画符咒的话呢？画一个清明好了，刚好后面就有。画一个清明吧。要相信自己哦！我相信我自己的手气，我不要 SSR。
哎，不好意思，来了一只大鸟啊！这一只大鸟呢，杀伤力是非常的厉害啊，可以说是呢，这个整个游戏里最强的一张攻击性的牌了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 SR？ 我就不要 SR， 拜托，给我一些 R 卡跟 N 卡就好。嗯，但是不要合同。好，最后我们诚心诚意的花了最后一个盲星。SSR， 不好意思。没有没有，刚刚不是最后一抽，我们还有。SSR， 不好意思。嗯，怎么办呢？不小心把它抽完了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呢，抽到了哪些东西。好，我们总共抽到了几张？一张、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六张、七张、八张的 SR， 以及22张的 R 卡。其实还好吧，这个游戏，本来就没有 SSR 啦，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你看，我们抽到了合同猫咪狸猫同理。没事，至少有东西吃了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这一边呢，在这里呢，我特地练了一只大扫把，已经练到了四星。将它练到六星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寻找懒猫单挑。